Hello， 大家早，欢迎回来黑框眼镜的频道，我是 Begin。 我们今天要去聊的是波西亚时光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出门吧。我们今天有一些事情要做。首先呢，我们有寻找小狗、钓鱼跟收集竹挂的任务。竹挂我们还没完成嘛？然后，怎么？这个啊，我们有一个升降梯的任务，这个我们已经可以去完成了。然后剩下的没有限时的，好像就还好。这个我们安装了，只要跟安托因交差就好。OK， 就看一下哦。这个也可以去做，但是这个我们还没完成。毒瓜，那我们首先先把这些东西收集一下。我们这边青铜板材好像可以先放一些上去，看一下。不够，好吧，那等晚一点回来再做了。那我们首先今天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先去找安托因，把我们的路灯任务给交了。然后我们要去，怎么那么臭？我们还没帮他解决这个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先去解决这件事情了，不然大家都用臭臭的水，大家感觉不太喜欢吧？来，做得不错，这是你的奖励，感谢你哦。不错，可以再接任务吗？路灯可以再接，枕头、木桥体，他把它接走了。大型储物箱、木炭，这个我是有。好懒惰哦。木炭我是有啊，帮我接这个好了，但钱有点少，事情有点少。钓鱼点快到了，这里。鱼变得臭臭的，那还钓得到鱼吗？有，好，我们只要一条就好，一条就够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源头，继续走。这稻草好舒服哦。甜吗？应该不算草。这个大理石得挖的。我们第一次来后面这边吧，好像。看一下哦，目标现在是这边。这个是什么啊？青虫，应该是药草。这一块吗？好像不是，这块是河的上面，宝箱在那边。下面没有宝箱，好高，好可怕，快跑！这边 ，Jolly。皇宫，然后再来要放置控制台，我们该有升降梯。太好了，我们开发了一个新区域呢。然后再来呢？再来告诉民兵团，这个我们知道了，这个知道了，回复阿尔诺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还不用上去，好，拜拜。我们可能要做一点那个月台，因为月台是我们生活必须嘛。我们那个到处都可以放一下，然后就不会一直需要这样，我们这样人在跑，有车子还是方便一点。蓝色围巾是你们掉的，那我就不客气哦。我好像缺蓝色围巾，对不对？据说我缺蓝色围巾了。你们好啊，蓝色围巾们。
哎、欸，这只是 BOSS。柔性纤维。哇，我的屠村啊！可怜小虫虫们，等他们长出来的时间，我们可以挖点东西。这铜矿石、欸、真不错，不过我们的目标是大理石，就是。哎、欸，刚竟然没有锁定到它，神奇了。哎、欸，你长出来了，不要怪我无情啊！然后我们从这里上去，那个我们去拿个山竹，对，哎、欸，刚刚好阿尔洛在这哦，能录刚好啊 ，Hello， 哎、欸，不要跑嘛，棒极了，希望我们能尽快找到污染的原因。嘿，国防主，怎么了？我们要跟他说那个有人偷我们的东西，不是有人错怪我们的事情。西金斯让我偷了他的稿子，现在他还这么想吗？别担心。我们会处理的，谢谢你让我知道。不会，拜拜。这个聊聊天，真可爱，拜拜。喜欢猪猪。然后我们这边也需要放一台公车了。不过有公车会开进来这里吗？超危险的吧？到底有哪一台公车想开进来啊？不懂。来，背包空间应该是够，18-21，我们应该是可以进去。走吧，先引几只来。哦，我讨厌那个鱼。先滚开！那个鱼很凶。哎、欸，这么多只哦、喔！有点太多只了，可能要练习一下要怎么团。那个这么多只的状况下要怎么打？不然可能不太容易。牛奶可以干嘛？牛奶是回复六体力的，我们这药草可以吞。还好刚刚有采一些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有一些宝箱哎、欸，有六层，办法吗？工业动力源，一层这么厚的话，我觉得机会不大。没办法先引一只过来。过来一点。游戏，你要再见啦，拜拜。哎呀，你过来。再来是你。过来，怕那边再出怪，不太敢太靠近那边。你看，我就说，真的很凶残。如果三只一起都有打到的话，就还好，因为是可以有三只击退的功能。的话，应该是引这只先来吧。对。是你，再见了，面具毒人。哎，鱼先来，我讨厌鱼，有够讨厌。再见了，鱼，裂口角鱼是吧？你们实在让我在这层就省那么多血，完全不行啊！应该是只有三波啦，应该不会再一波了。下一波我都要傻眼了，真的是有够多。苹果干呢、欸，还不错。
工业动力人，不错哦。他其实给的东西蛮好的，但是我们要有实力进来挑战才行。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更做更多的补品之类的，一层十八只，我们要维持这个数量一直都不被，过不去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要一直维持这个强度的打击，说实在不太容易。那好像有个东西，苹果干。哎呦，差一点！里面可能还有陷阱，要小心。好，你们两个聚在一起就可以一起砍。怕的是他们两个分很开啦，分很开就很麻烦。来，利齿，工业动力源，润滑油，工业动力源，很赚很赚很赚。这个先解决，然后滚开滚开，然后三只一起杀，滚开杀，好，还行，还行吧，至少我觉得还行。这边什么状况？这边有个小东西，你先。伤害说实在真的很低，哦呦！哇，他们都在墙壁里面，那是谁？哎，你什么时候跑出来的？啊，来，没有陷阱了，是什么啊？润滑油，哦。这个杀掉，快速杀，滚滚，这个再杀，哦，好累哦，怎么打这个跟像在打魔物猎人一样？这层是二只，哎，好几层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一只一只。一只一只你会安全很多。滚开滚开滚开，这样滚开滚开，好啊，三只聚一起了，你们再见了，跟这世界一起说再见吧，拜拜。还有好，哎，我闪避还不错哎，现在都死，刚刚的状况现在可以全部几乎全部闪掉，有没有那么夸张啊？哇，可是你们应该会听到一直听到滑鼠的声音，咔咔咔咔咔这样。如果有不喜欢这个声音的话，再跟我说一下，我再看要怎么把那个滑鼠声尽量逃掉，但是有点困难，我可以试试看。来，来。老鼠先来，哦，打的距离很远哎，还想攻击我啊？我发现有个问题，我没有体力了。对耶，我没有体力了哎。有没有什么恢复体力的东西？这个。好惊人哦！我现在没有体力了，来，不要再想出，你就不要再想攻击我了，真的是哈。怎么了？
在他墙壁里面打。这个先解决。好了，他们应该可以一起收拾。如果他们聚在一起，我的那个攻击是可以打断他们的技能或者是招数，会很好的去输出。对，那输出位置就会好很多，不然就有点难打。快结束了。好，这怪有点多啊。哇，这怪有点多了。引到白口会比较好输出一点。哎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后面都没有东西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么神奇？哦，稳一点。哇，我们的血耗很多，至少我们要在王之前把这个打完。我们血要留在王。过来、啊，不能让他们有攻击机会啦，主要是他们攻击很太痛。这尽量不让他们有攻击机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那里有怪，好，两个聚在一起就好办。而且我讨厌那种会远距离冲过来的，就很容易死掉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剩下两层了，你就硬上了吧。等下怪是不是有点多？三只哦，四只。解决！哇，等一下，我们快没有体力了。我们这样真的撑得到那边吗？感觉不太可能哦。只能试试看了。来，这个行不行？哦，一起来啊！一起来也没问题啊。是我要费点心思。来，又来。三只如果能一起打到就比较没问题，像这样一起输出就还好，只要不是啊，真的是，来下一层，快结束了，应该可以。我们补品还不太够，补品如果更多一点会更好。好像有苹果干哦。给我干吃个，然后我们要吃点高级的肉了，不然受不了了。我吃在400滴应该是不会直接阵亡，
欸，他逼我们必须要把怪全部清完才能走。是要先走。是那个不先杀很可怕。哦，我们打75只啊，那么多了。最后一层了 ，boss 了 ，boss 了，只要打 boss 的时候不要死就好了。来，跟 boss PK， 又是 boss 战。我发现打很不痛哎、欸，因为他在出招阶段，我打他是没有伤害的。不要失手就好。只要不要被他碰到太多下，应该还好。毕竟这里只有一只嘛，一只的话，还可以哦，还可以哦，还有。感觉有机会。等一下。哇！一炮被打死，还剩下一次挑战，他是全部一起算的。他竟然是全部一起算的，好惊人哦！来，那危险遗迹要全通关。危险已经要全通关，还是有难度哎、欸。不行，让他再出招了。好，智能晶片组，挖掘者帽子，我们有帽子穿了。哎，我们先把帽子穿起来吧，难得有帽子穿了。生命上限加235，这个好多哦！哇，我有帽子哦，可爱吗？哦，蛮可爱的。啊，那今天封面就是这个了，可爱的帽子 ，BOSS 的战利品，真不错。好啦，那我们可以走了。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吧，明天我们再把鱼汤做出来，然后给大家一起来吃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回到家了，那我们一样在这个家里做个结束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一下喜欢，要订阅及开选当就能获得我们影片还有直播通知哦。那么我是黑框眼镜的编辑，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